嘉宏游艇，那我们本来是做制造业的，那因为台湾呢以前是制造游艇外销，而没有自己在国内推动游艇。游艇法通过之后呢，我们在台湾要积极的推动游艇休憩事业了，因为很多人对海洋游艇不了解，所以我们利用游艇俱乐部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海洋，来了解如何玩这个游艇。所以我们先购置了六艘游艇，招募会员，训练我们的会员，我们也盖了一个自己的私人游艇码头。因为以前台湾的游艇码头都是跟渔船共用，景观不好看，那我们自己盖一个私人的专业的浮动码头，专门提供给游艇使用。那这个码头上面呢，我们会做我们自己的会所，三分之二做自己的会所，另外三分之一在左边的地方，三分之一会提供给高雄市的市民使用。我们会有卖简餐、咖啡、饮料，晚上呢可能会提供一些微酒精的饮料，让市民呢除了在高雄展览馆、新观公园可以参观以外，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码头，在下午的时候呢看着游艇，可以创造另外一个服务业的商机。跟游艇连接在一起，做游艇一起去玩。对，那当然游艇俱乐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会员要可以出去玩，但是现在会员不知道如何去玩，我们慢慢的训练他，从在船上办 party， 然后到这个像我们现在有带会员到小琉球、大鹏湾、澎湖、安平港，那每到一个地方我们会跟当地的观光饭店或者餐饮或者比较特殊的旅游或者海上活动，骑水上摩托车、浮潜、这个潜水，做一些像在海上玩这个溜滑梯，我们会结合海上运动，然后来促进我们整个海洋，休憩的发展。我们目前呢，整个船只的租赁是给会员使用，只给会员租赁。那出会员包了船之后，这艘船能坐多少人？这艘船的法定人数，比如说这艘船可以坐20个，那就是最多只有20个人可以上去。那我们是以会员来包船的。我们目前的招募是30万的入会费，150万的保证金。那保证金呢是10年的保证，每年会从这个保证金里面提拨15万作为年费。那会员享有三大权利：第一个是租船，第二个可以进来使用我们的会所，第三个可以参加我们雅果游艇俱乐部每次举办的活动。我们大概2个月会举办一个活动，例如我们嘉宏游艇的新的游艇下水典礼试乘，我们所有的 party， 像今天的开幕晚会，12月25号的圣诞节，这些活动会员都可以携伴来参加。我们有跟世界各地的游艇俱乐部合作，也跟这个高雄的一些五星级饭店合作，像今天早上的游艇真彩，就很多观光饭店来跟我们举办。因为我们的客人呢，或者是外面的客人来停我们的游艇码头的时候，他不会住在船上，我们可能介绍到后面八五大楼君鸿饭店，介绍到他喜爱的五星级饭店，介绍他去高雄吃帕萨汀娜餐厅，介绍他到台南吃当地的小吃，所以我们会跟很多异业结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有港之后出去3个小时、4个小时，然后回到码头来办个活动，等到你熟悉了，不会晕船的，我们再尝试像到小琉球、大鹏湾，然后再更熟悉的，我们到澎湖，或甚至说我们开到厦门去享受3天2夜的游艇生活。因为你游艇如果没有搭超过10个小时以上，你不能保证说你是不会晕船。现在其实政府已经，我们知道在网络上跟政府申请，所以有哪些人身份证登记完，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进出。那当然海巡署会来检查，例行性的检查，检查完他就让你出去。你只要跟政府申报，因为你要到香港就是出关，那我们就不是通知海巡署，我们要报海关，要带护照，然后出关就出国了，然后再回国就回国，回国又报关进来。对，现在政府这个法令非常的轻松，对，比较宽松。我希望呢，更多的台湾的百姓可以参与这个游艇生活，参与海洋事业。台湾是一个四面都是海的国家，我们应该更积极的提倡海洋的文化。那游艇呢，不是高不可及，其实我们借由顶端的人来推广到一般的平民百姓，一般的上班族、中产阶级，他也可以借由买一艘小船，然后就可以出去这个征服大海。我想这个以后大家都做得到。
台湾有2300万人员的人，但是我们只有1500艘的游艇，包括渔船、娱乐渔船。但是澳洲有2200万人口，它有76万艘的游艇，所以我觉得游艇事业在台湾是一个很值得推广的事业，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目前台湾的海象呢，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中秋节以后10月以后呢，整个嘉义以北就不适合玩游艇。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把游艇盖在高雄或台南，就是因为南部有10个月是可以玩海的。像现在是冬天，但是我们的天气这么好，我们冬天南部也不下雨。海象，那海象好不好呢？其实现在的天气预报很准，我们是跟各位建议，主要是三级的浪以上，我们就不要出去，避免晕船，不是不安全，是晕船。这个海象可以很准，选择在港内玩也可以，对，或者是近户近玩就可以了。好，谢谢，谢谢你。